当我质疑有些教会敬拜音乐像卡拉 OK 的时候，教会给我的答复是：上帝喜欢各样形式的敬拜，上帝是真心赞美就好。你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？我刚才回答了，你真心，我非常尊重你，但你真心，你就要尽心，尽心就要用最好的给上帝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是真心的，我动机是好的，动机好 ，so what？你动机好，结果弄坏一大堆事情，你不知道。很多人心地善良，智慧不足。很多人以为他动机好，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乱做，不可以的。你真心敬拜上帝，那我要问你尽心没有？那尽心你尽性没有？尽意没有？你尽力没有？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给上帝？我有一首歌叫做以前我未曾谦卑主，我一向自以为意。你们唱过吗？唱过的举手我看看。哦，很多人在这里唱过。这首歌的第三句，哒滴哒哒滴滴哒哒，我改了13次，一直改，改到最后定下我才满意。所以你唱到第三句的时候，整个情景就变化，变得很宽很重，而且很严肃。啊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，第二个变化，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。我虽然常抗拒你，啦滴答滴答滴答答，又柔美的反过来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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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为什么要改13次？不满意，一直不满意。有没有可能更好？有没有可能更好？有没有可能达到最好的地步？到最后不能再改了，我说主啊，我已经尽心了。所以尽心尽性尽力尽力这4个尽呢很不简单。我们常常做一点点就要出风头，做一下子就要人家纪念，讲一点你的不好就发脾气，以为你被十字架。我们神经有病你懂吗？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有神经不正常的病。我们只要人称赞，不要人批判，批判而能改的是正常人，不必批判自己会审查的是超常人，被批判就大发脾气的是反常人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求主帮助我们。